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开展以来，根据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一部署，全军部队认真组织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评选推荐工作，共推荐上报33名人选。从5月21号至27号，预备人选在解放军报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、强军网、军委机关网、中国军网等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为期1周的集中公示，接受广大官兵评议和监督。